是我老婆感染的第十天了，今天她的状态非常好。看清楚没？已经连续三天都没有发烧了，除了有点咳嗽，其他方面也基本快恢复正常了。我感觉他马上就快好了。一位中医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止咳的偏方，用花椒放在去皮去核的鸭梨上面，然后再蒸半个小时，每天分两次吃。什么意思？给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不要这样抛媚眼好不好？看着我干嘛？我梨草能吃。爷爷们，这样切是吧？对，这么好吃，你们不要了。这样是吧？不对，我不要。这不要。鱼肚来，你靠近我，离我娘远。味道怎么样？爆极了。嘿，好了，我要出去了，差不多了，自己好好休息吧。好假呀，就是为了你的拍摄效果才跟我说话的。不是啊，你的状态你不是说效果，你现在好。